我看到很多那个老朋友、小朋友，今天我们是以这个以歌会友的方式呢，让几个中文学校的家长啊、小朋友都能够在一起。我们非常的高兴有这么多人来捧场啊！我们先介绍我们今天的几位评审。第一位评审是我们的何张穗朱女士。知名的那个高音啊，他也是我们南关那个合同合唱团的创办人。我们在很多 fundraising 很多那个有音乐的场合都能够看到他，我们很高兴他今天能够来参加我们的歌唱比赛，担任我们的评审。第二位评审是李小贝。多想不敢再忘记你，我记得有一个人。
的，我想要的，我喜欢的，我爱的，都不精彩。紧紧相依的幸福和 say goodbye， 你比我清楚，还要我说明白，爱就算你多。Thank you.